下来，我们继续上刚刚少漏掉的这个 amazement，它的名词片句型哦。amazement 这个字是一个人的心情，叫惊讶。It's a feeling，它是一种感受。Of great surprise，当你非常的充满了很大的惊讶的那种感受，我们就叫 amazement。那各位留意哦，这里有个地方，我们的考试非常喜欢考的就是这个 to，它是可以加情绪的。to 加上情绪呢，中文会翻译成令人怎么样的，翻译成令人怎么样的叫 to，后面加上任何情绪的名词，后面如果 to 后面任何加上任何的情绪名词，就会翻译成令人怎么样。所以 to my amazement，我们就会翻成令我惊讶的。The door just opened，这个门竟然开了，怎么样的开？By itself on its own。这个 by 后面加上 itself，或者换成 on the own，翻成靠自己。自己有这两种用法可以用哦，by itself on its own。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单字，叫 amazing。这个 amaze 这个字的形容词叫 amazing，字尾去掉 e 加上 ing，就是表示令人感到惊讶的，令人惊讶的。通常 ing 是修饰事情。我们来看例句哦，It is amazing，这件事情真的好令人惊讶哦。How quickly，可以多么的快速啊！Children learn new thing，孩子们、小朋友们学新东西的速度是 how quickly。多么的快速！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一个疑问词加上主词 children 加上动词 learn 加上受词 new thing 的间接问句，来把它画起来。这是我们刚刚第二课花了不少时间练习的间接问句，也叫做名词片语，它有很多意思哦。如果你自己怕自己不知道，可以先写下来间接问句，或者就叫做名词子句，名词子句哈。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二个单字叫 struggle，struggle 这个单字留意它的 gg 是两个字哦，struggled。好，something to move somewhere with difficulty。当你呢 move somewhere，你要移动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是有困难的，是有点辛苦的。这我们就用这个单字叫 struggle，很艰难的前进，很艰难的移动。好，那我们看例句。With two heavy bags in his hand，好，这个人呢，有着，with 翻成有着 two heavy bags，有两个沉重的袋子 in his hands，在他的手里头。所以 the old man 这个老人家呢，他就很辛苦的 struggled up the stairs，很辛苦的移动着 up the stairs 上楼。好，第二个呢，struggle 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When you try very hard，当你非常的努力 to do something difficult，去做些困难的东西，我们就会说是奋力奋斗。例句：After her husband died，the woman struggled to raise her child alone。好，我们看例句哦。在这个先生，her husband，他的先生 die 死亡之后，这个女孩子，这个妇女呢，woman，她呢，struggled to do something，就很挣扎的、努力的、奋斗的去做什么事。to 后面加原 v，这个 raise 是抚养，她就很辛苦奋斗的 raise her child，抚养她的孩子 alone 独自一人。十三，这个单字叫 determination。那我们先从它的动词来看，叫 determine 是一种 formal 正式的说法，就是决定、下决心、决定下来。同义字就是 make up one's mind，下定了某个人的决定，下定了某个人的决心。make up 是做出意思啊，做出你的心里的想法，叫 make up your mind，下定决心。好，所以我们先从它的动词来了解。Alice determined to become a doctor. She worked very hard to make her dream come true. 好，这个 determined to 后面加原 v 哦，画起来哦。Alice determined to 后面加原 v 就是下定决心去做某事。Alice determined to become 这个 become 是原形动词，她下定决心 to become a doctor，想要在未来当医生。所以呢，she worked very hard，她很努力哦，很努力的 to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让梦想实现。好，那这个 determine 这个字，如果后面字尾加上 d 或 ed，变成形容词，一个人坚定的下定决心的。例句：Tina is a determined woman. She doesn't give up easily. 好，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字，ed 是修饰人哦，determined woman 就是意志坚定的。
她是一个很坚决的女性。She doesn't give up，她没有那么容易的 give up 放弃。好，give up 叫做放弃。好，那我们回到它的名词叫 determination。determination 就是一种 quality，它是一个人的特质。一个人的特质，什么样的特质呢？Not letting anything stop you from doing what you have decided to do。它是一个特质，你不会让任何东西去阻挠。stop from 叫做阻止，你不会让任何东西去阻止你去做你想做的事，这就叫 determination 决心。所以我们看例句：If you want to run a marathon，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跑一场马拉松，跑马拉松叫 run a marathon。If you want to run a marathon, you must be full of determination。你必须要有充满着 be full of 充满着决心再去跑马拉松。再来第十四个单字叫 tear。Tear 这个字当做名词，通常都是 plural。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PL 是复数的意思，通常这个单字喜欢加上 S。什么叫 tear 呢？A drop of，它是一滴。A drop of 翻译成一滴的意思，一个水滴。A drop of liquid，它是液体的一滴。That come out our person's eye when he or she cry。当一个人哭泣的时候，从一个人的眼睛当中流出来的那一滴液体，那个 liquid 液体，我们就叫 tear。好，那 as Ian told me the bad news。His eye began to fill with tears。有没有看到？还有告诉你这个单字喜欢通常用复数。好，所以呢，当 AS 翻译成当 Ian 呢 told me the bad news，他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时候，他自己的眼睛里头也开始着 began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 fill with 充满着 tear 充满着泪水，他的眼睛自己也开始 fill with tear 充满着泪水。第十五个单字叫 crowd，crowd 这个字是个名词，i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它是一大群人。a large number of 翻译成很多，a large number of 就等于 many，many people who have gathered together in a public place。当一群很多的人，他们呢 gather，当做动词叫聚集，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我们就说它是人。群 a crowd 的人群哦，群众，它是复数。好，所以我们看例句：at the airport，at 加上地点，在这个机场里头，a large crowd 有一大群的群众们 was waiting for the movie star to arrive，他们正在等着这个电影明星去抵达。那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crowd 这个字，虽然它是一大群人，但是它是被视为一个单数。一大群是视为单数哦，它的动词是用单数哦，留意一下。我们可以帮自己写一下，一大群人，好，一大群人，但是是当做单数来看待，它是当做一个单位。好，这一大群人呢，这个主词它是被当做一个单位哦，所以它的动词必须要用单数，它的动词必须要用单数动词。好，所以各位要留意一下这个地方，一大群人当做一个单位，它是一个单位。好，所以动词用单数。好，再来第十六个单字叫 attitude。Attitude 是一个人的做事情的方式，the way someone think and feel about something or someone，它是一个人思考或感受的一种方法，这叫 attitude，就是你的态度哦。那态度这个字很喜欢跟哪个介系词搭配呢？跟 toward 这个字，我们刚刚所学到的对于。朝着什么方向叫 toward？好，所以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life，我们就会翻译成人们呢。Toward 对于生活、对于生命，他的 attitude 态度呢，can be different 是可以很多不同的。每个人对人生的态度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好，the attitude toward something 这两个单词其实可以绑在一起背。The attitude toward 什么什么事，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你的态度。十七这个单词叫 challenge，challenge 这个字是个名词，is the difficulty，它是个。
困难的东西，that's test one ability，它是一个困难的东西，然后专门来测试一个人的能力，测试别人的能力的东西，我们就叫挑战。例句：Learning English is not easy for my mother。学英文对于我的妈妈而言，Learning English is not easy，并不是那么简单，but she is willing。